四洞全开，小鸭鸭锁下去，有没有机会跳海洋乐园二？倍数比较高的财神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所以比较深呐、啊。这个有人40几万才跳，5000炮，怕爆。看这里，哎、欸，没有锁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有，跳一下兄弟，没有的话慢慢点点看的。哎、欸，跳了嘞！果然是这种低炮的，高炮不敢跳，对面不敢跳，跳这里，啊、因为没有压很大、啊。干，这台超难连跳，每次连跳都超烂。给力给力，继续元宝丢起来，也摇很多才跳哎、欸。干你哪嘛嘞！看会不会连跳，应该要慢慢点，先拼一波连跳，没有就来慢慢点。这里八哦，对，八。这一台我觉得不好连跳，每次遇到连跳都超烂。好了，这一趟没有，那可以停了。哦，按掉，慢慢点就好了。早就知道你坏坏，1000炮才要跳，刚好要换关，难得哦哦哦哦，元宝很猛很猛，元宝丢起来。哦哦，这个猛的哦，快2000倍了哦，兄弟。元宝丢起来了哦，不错不错，打了40000跳起来，刚好要换关，看这一只有没有机会给力一点的倍数啊！元宝元宝不要笑，继续元宝。就是这样，元宝甩起来，元宝丢起来，再来再来，有没有机会暴击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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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好要换关要下了吗？哦，好险没下，暴击暴击，吓死！本来要叫他补分数，太猛了，杰克。就是这样，你这一台很猛的，我知道，不错不错，暴击成功。财源广进，换这个洞补了。这个洞本来200多万分，剩这边。没有1000倍，那差不多没货了。准备弃台。彩色的，
红切入还没给。
后边。你为什么没转？有啊，前几天，前几天有去啊，好像是啊。对，那边生意一样烂的，那边生意可以一样烂，对，一样烂。对，你们这边可能一个月的，不用一个月啊，可能两个礼。他们一个月的量的人可能还没有你们这边多，对。